这天还不能了几个。哎呀，爷爷拉床我这晃还晃夜了感觉。那还不起来，今儿那来了还能。哎呀，我娘，是上这不得劲。那不得劲儿啊？二姐没生发头疼了？哎，我讲我起来了，早上就起来了。早上起来我看你还没醒呢，我把收拾收拾，化完妆，我躺着睡了一会儿。我看你这两天撩胃了，我也没敢害你。我好不容易睡个懒觉，让你睡会儿吧。结果我一躺睡着了。我睡了，你没那懒，你不用怪我，我就习惯了。看你这两天撩胃了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我着凉了咋的，腰酸，小肚子疼，有一点儿，他不是老疼了，咋回事？这贴了才三天，9个多月了也没来大姨妈，幸亏来大姨妈呀，咋回事？哎呀，腰酸。那你这是不是有反应了？这个反应。大夫，你看往医院检查一下，疼了点不得劲儿，也有不得劲儿了。也没事儿，疼了点不得劲儿，也是不来大姨妈呀，女的事儿多。我记得学完习那时候，几个月都来了。你生个孩子吧，那女的也问折腾成啥样？这天也小三丁呀，不该把你身体这元气给折腾给个损害老些了给。反正生一个孩子都不是闹着玩的，他毕竟是大事儿，又不是小事儿。孕育了10个月，所以说有那个是养孩子，有那个是养大人。其实我爸还差不多，你知道有那个。怀孕了以后，他养孩子，他不胖，孩子吃多少都是孩子吸多少，孩子吸肉多。嗯，然后都是生完孩子了以后，那身体亏损一直养不过来。我感觉我还行，也不是说你身体吸差劲儿。有的人就是生完孩子，他身上老虚了，他身上虚大病，就是找点凉水啊，盖点火啊，他就腰疼。那盖火腰疼酸。因为那后期作业都没做好弄，第一个作业嗯，我今天看挣钱要钱钱赚哈，就是这应该咱俩够努力了，嗯，挣了钱了，都要把身体养好了。我看有的人他有的人吃燕窝了，不是呀，可别听，你是贵妇级别了，别你老贵了，怎么听你？你身体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我看有啥中药药呀，或者是其他的能恢复你的身体呗，或者再。不，那是整天做些啥都为了家庭好或者那身体好啊。你这不贵吧？你想啥了？你想啥了？我老天爷，想那啥阿胶啊，想那燕窝啊，你都是。我给网上看见老女的都吃了，你给村儿买了，我都不给这不舍得给村儿买了。不是你现在有三家真正枕头了。我是颈椎老厉害了，颈椎厉害，抓了我脑袋瓜懵。一天抓个脑瓜懵，真这写轻吗？写轻了啊！嗯，其实一直没翻。那我头段时间翻的时候，那个颈椎拽了我的脑袋瓜懵，这恶心，然后不是老睡不好啊。我睡了，你到年时候我记得你这个不得劲儿疼，嗯，枕了一年，就挺长时间没枕了，现在又疼了。现在没事，我都是枕的这个不是睡眠也比较好点。那爹娘和大娘谁的不都给家拿着枕头？我自己也是。嗯，这一直枕那个枕，我枕几块这个，我枕不着这个软枕头了，我把它当抱枕。你要不你今天去弄吧，我回家歇一天。歇一天不？我暖吧，你起来再不中，检查检查一，往医院开，听你咋说了。要是没事了是最好了。没啥可检查，检查啥呀？你我都歇一会儿，然后一转一觉睡。你看看这个检查呀，几个月？9个月来没来大姨妈，然后这个身体又损坏了吧，话了吧，该养。我要是损坏，我要是损坏，我还能搁这跟你说了用。还，那我要紧张结巴的了。还有个最主要做个 B 超，那个检查检查。啊？你今儿买了好点回来吧。行。嗯、你想吃啥、啊？你给我说。水果啥的，想吃啥、啊、我买啥、啊。行，这会儿。你是不是抓到了？这会儿主要是不会去吃，那个吃，然后买点吧。你今儿忙啥回来？那早点回来就早点回来。行，等啥回来就回来休息休息，腰酸了受不了。